手寻获困洞足球小将鹰搜救人员，你们很强壮。泰国12名少年足球队孩童和教练一起去洞穴探险受困，昨天传出寻获好消息，13人全数平安。寻获他们的功臣是2名英国搜救人员，寻获影片也曝光。这支名叫野猪的少年足球队是清莱省 Chiang Rai 美塞县一所学校的足球队，6月23日下午由25岁男教练带领12名11到16岁男队员进入当的人称未睡美人洞 Tom Wang Nang Nang 的地下洞穴探险。13人自失联到被寻获，总共在洞内受困9天5小时41分15秒，但幸运的是13人全数生悬。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，寻获13人的2名英国搜救人员卫士丹独 Rick Stanton 和佛兰森 John Volanson 两人上周前往泰国参与救援。根据泰国海军海豹部对脸书粉丝页公布影片，可以听到一人以英语询问，你们有几个人？对方回答，13人。搜救员回答，13。太棒了。从影片中可隐约看到，受困的男孩身穿足球队球衣，似乎活动自如，并未受伤。可以听到似乎是教练的成年男子声音询问是否要开始救援，搜救人员回答不是今天，表示他们只有2人，而且必须潜水，但安慰他们将有很多人前来救援。影片中也可以听到一名男孩说，吃的，吃的，告诉他们我们很饿。受困者也似乎询问了日期，搜救人员回答，星期一，星期一，你们已经在这里10天，你们非常强壮。搜救人员对受困的13人说，隔天会带助医护人员及必需物品再次前来，并把照明设备留给受困者。影片的最后可以听到受困者说，明天见。